小朋友你好，我是汉字姐姐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小兔子哦，你看它多可爱啊。哎，我忽然发现这只小兔子长得好像一个字啊。对了，就是兔子的兔字，你看这里像不像是兔子两只长长的耳朵呀？嗯，中间的部分就像它的小脑袋，下面的部分就像兔子的身体和腿。好，这个点像短短的兔尾巴，这个字念兔，表示兔子这种小动物。哎，小兔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啊，原来兔子是回到自己的洞里去了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兔子就住在这样的洞里哦，而且它的洞有好几个洞口呢，是用来躲避危险用的。如果兔子在这里遇到了危险，它就可以从其他的洞口跑出去。小兔子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对了，我家里还养了一只兔子呢，跟我去看看吧。吃点胡萝卜吧。小朋友，你看，这是我养的小兔子哦。它的耳朵长长的，尾巴短短的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你看，它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，怎么样？你喜欢小兔子吗？